这个苏宁进门，他是有个在个人的房产，他是我们财产。他修个在个人，他个人的一个心态对，起心动念是修个的，开心爱干，起心动念袂紧，那就干啦。啊，那是大吉，每一分每一秒拢爱做，所以表示讲，伊内心世界平稳、啊平静、啊清净。你平衡，你连接在清洁，这还应该做个感恩。哦，这个感恩怎样呀？啊，唔知。哦，啊，做个各位在做现在，今晚大家修得，难得那么愉快，表演愉快，谢谢。放纵心情。感谢王典传师慈悲，请到鞠躬。蹲到鞠躬，让我们再热烈掌声来感谢我们的王典传师。我觉得这边有一件事要插播一下哈，那个稍早的时候哈，有人跟莫学说，那个有位坤道先生，他在那个福利社买咖啡，他忘了把自己的钱包带走了，请听到广播以后前往福利社领取，感谢慈悲。那现在啊，就继续我们的课程。那现在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永宏副助理来为我们慈悲《道德经》第十一章。